六十上是六五六五六五我们上去上上去，我们去上去，我们上上去，我们上上去，上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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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赌一下，我们在六六六，最后一个要赌哦。好，我赌，我赌，我赌。我们要不要灌浆啊？就把那个岩浆，灌浆，灌浆。刚刚的岩浆池在哪里啊？把岩浆池挖开啊，整个大挖开。对，好，整个挖开，挖开，挖开。那我们先上去。还好有开。他自己先过去一点。要不要有人在岩浆那附近吸引他们啊？是不是很想啊？那你就来吧。你说写这首吧。那在上面吸引他们，让他们觉得，这边可以打，他在这里这样子，然后一挖开就是岩浆。慢慢上来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站在岩浆这上面的地方，你说他无法接近吗？他们怎么挖都会遇到岩浆这样。我这里又在烧铁了，我可以再做准两个，可以再做一个铁桶，还有四个铁。刚刚给繁星做剑了。杰克，这里铁桶给你。好。赶快，他们从另外一边要上来了。好，我到岩浆了，这里我到岩浆了。好。刚刚写高度是哪里到哪里啊？六五到七五。到七五。他们分开了，他们分开了。我们这里太高了，地表太高了，地表太高。下去。先做针。OK， 好。还是小心哦。好，他们都上来了，我这边有点接近了。他们有个上去了，小心小心，烫到喵哈了，我烫到喵哈了，快笑他，他在正底下，哈基，灌岩浆下去，你的正底下，你的正底下，我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射得到吗？收不到，等一下。我也烧到他，我也烧到他，他有攻，他有攻，他有攻，我也被烧到了。你们退，没事的，没事。团剩两滴血，巧克力十八滴，喵哈想落后，喵哈死了。汪汪，对不起，他穿的跟喵哈一样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啊！他看到你了。汪汪在头上哦，杰克，帮我把那个挖掉啊！啊，你堵起来了，要挖掉吗？要挖两个，再挖，这有了，他没水，小心，他举弓，我有被烧，第一次被烧到，那就没了，鱼跃猛，剩下面两个。杰克有没有攻？你要不要回去拿东西？我没攻，回去。我刚那边，我尸体那边有，来不及捡，我觉得。他现在堵起来了，你快捡。前面有空桶子，你看要不要去挖开？我跟你讲，赶快捡。来不及了吗？我看不到。有，nice 啊！影院，加油！碎了，影院小心！我没挥到，可恶！我来不及。挥掉一下就行，挥掉一下就行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胜利者，我们胜利者！是，那腾腾才会岩浆吗？不是，你挥到他，你挥到他。我想说我的画面没挥到，可是他是烫死。还是我后面的岩浆刚好弄到他，烧到了吧？可能是哦。我赶快跑过去啊，应该是他后面那一个。他退后烧到了。对，他退后烧到，因为我后面烧到岩浆。杰克，0.1秒。对，
想说都要死了就打一下看看。我们赶快赶快几盾，然后就说哎、欸、死了，就是旁边岩浆，后面岩浆跑过来了啦。有穿粉红装就是不一样啊。我后面有放一桶岩浆在上面，一直往下流的。哇，没有没有，那边是有一桶原始的岩浆，好像是杰克放的。对，哦、是那一桶。因为你那个的我都堵掉了，我记得我都。他还在流啊，他在流啊，烧。但杰克也被我烧。都、嗯、就是慢慢扣，慢慢扣。哎呀！哇，正负只差0.1秒，真的是差一点点，真的，真的就差一点。我跟你约完的时候卡输入法，哎呀，走不动。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我都没有在动？我想说你怎么站在那边不动？我就在旁边直接放岩浆啊。而且我们都没有水，都没有水，有挖到但没捞哦。对啊，铁太少了，真的铁挖不到。哇，感谢超级少铁！你们刚刚找到，你们一溜烟就不见了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从一开始我看到繁星，我就说不可能，不可能就他一个人，他一定会隐分身，然后就一回头就好多人。让我来。然后我说我看到繁星了，我就说不可能，他不会只有一个人，然后就说哎、欸、又有。哎、欸，雷，而且你知道最早是我先看到你，我赶快往回跑，对，站，我就直接冲过去了，我说不要吧，你回来点吧。其实你们如果冲过去是对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四个人是分散，完全分散。我最后也是啊，我也是先看到繁星，我就说不对，他一定又不会只有一个人，还会引分身，引分身，超多人，哇，超精彩，只差0.1秒，真的胜负就差这0.1秒。哎呀哎呀，胜负就差那件衣服，好不欢乐。啊，你是不是昨天有分享啊？杰克昨天有分享啊，我有分享啊，杰克有分享啊，这就是有分享跟没分享的，没关系，我把那运气留在下礼拜，并没有，小雨都没有运气啊，他是因为穿那个服装，所以哎、欸，你下礼拜也可以穿、哦、衣服加持，哇，这个是衣服加持的意思，衣服加持，嗯，花花分明，好多水哦。我一直很想要玩那个哎、欸，感谢学妹。嗯，哎、欸，玩什么？那个三叉戟的波涛、哦，波涛的话要下雨哦，冲来冲去，我们就从头到尾都下雨啊，也可以。哎、欸，巧克力问你，刚刚有那个吗？杜鱼惩罚吗？我不太确定哎、欸，我们这边也是挖到杜鱼，我有挖到杜鱼，可是有可能是因为是高山区了，我觉得是高山，因为太多了。刚刚哈记连续挖到三个，很恐怖，三颗连三颗。我想说喵，他这边也是挖了两只，想说怎么我只有挖一个石头，所以我在猜应该是高山的，嗯，应该是高山、嗯、野生杜鱼。我们等一下就来玩波涛啊。每个人都有一把嘛？波涛是怎样、啊？是牙通牙那个吗？就是会冲出去吗？哦，那要不要再一个那个装备吗？嗯，脚胶，轻盈脚，免得你摔下来。哎、哦欸，要轻盈式就好吗？还是轻盈式啊？轻盈式，来弄。啊，给个铁。玩过波涛哎、欸，怎么？哇、哦，好高哦！我第一次听到啊。波涛是怎么玩啊？波涛在水里就可以用了。如果下雨的话，右键射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往前冲。对，牙通牙。哦哦，就是牙通牙。嗯。哇、哦，好帅哦！很帅、哦。然后你在空中就可以持续的。嗯。哦，有下雨的话吗？有下雨，对，要下雨。只是你的 skin 会变成看不太清楚。我知道，等一下那个队长拿。为什么有人要偷箱子的东西啊？偷看一下吧，复制就好了啊。你说、欸，这好好玩啊、哦！滑鼠中间，完了，回不去了。玩上瘾了，玩上瘾。你可以一直右键就一直飞。哇，都是，跟杰克头那边转哎，好好笑啊！转的。为什么我按滑鼠中间？他有办法在空中再飞吗？可以，你要先开越高了，好帅啊！我在等一下下一场，我的中间不能复制。你要变创造模式吗？哇，牙通牙，是牙通牙哎，那个好好笑。按 F 就好了，按 F 啊。他有时候好像没办法一直连呢、欸。
很奇怪。哎，我有哦，在牙痛牙的途中持续就可以持续用。嗯嗯。哦，我回来了，哎、欸，我走，飞走了，飞走了，流下去了。好好玩哦。好像洗衣机哦。搭配那个翘翅的话，可以一直飞。我觉得那个钻地板会不会受伤啊？可以先把切回来啊。没有，现在切没有用，现在应该是会，所以有轻盈。现在飞有那个无敌哦，嗯，抗性。哎，很刺激哦！这被戳到包本，可能一开始就一顿死掉哎、欸！我觉得我还太爽，直接摔死！不限高，只限地。好，想飞多高就去多高。这个有没有耐久啊？有有啊，有。要不耐久、啊、耐久吗？耐三，然后再付个金，没有啊？我没有想过会用完啊。要不要付个打雷啊？不要打雷吗？有波涛，有不要了，不用打雷。波涛慢慢来，先波涛就好。有波涛不能打雷，不是波涛不能冲中程而已吗？打雷也不行啊。没有，你有波涛的话，你打雷你是会电到自己。很帅啊，雷属性的牙通牙哎、欸啊，你就没有了，变成雷神索尔嘞。波涛跟打雷无法附在一起，但是那个打雷跟那个中程可以附在一起，特攻击。你干嘛？在开洗衣机哦。戒指。那我知道怎么刻这个了。被激战的时候这样按。哇哇！啊！我被激战的时候按这个就好了。超坏哦！没有、啊，我就直接往前点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哎，永久下雨，要调一下。要下雨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大家会先看天空压，然后呢再拉回来，就这样。这好怕摔伤哦，真的。已经清一次了，好不好？自己好好加油。嗯、好，波涛之战，随机分。分。影月大队长。哦。大队长，谢谢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大队长来拿一个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先弄个指令好了。嗯，什么指令？嗯、那算了，不需要指令，直接切创造就好了。电梯下楼。啊要下流。下流了。要下流。下流。下流。下流了。下流了。嗯。啊，飞好高、哦！你有拿了吗？我拿了，我拿了。我等等。嗯。诶。噔。雷暴。好雷。等哦，哦，繁花森林，解箱，这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会沉，要沉不沉的、啊？要沉不沉？等一下，我出 bug 啦！重灯，重灯！我现在是疯狂牙冲牙，你冲，重灯了，快！你们看我是正常的、哦，哭工啊，哭工啊，快跑啊！你们看我正常哦，可恶！看你正常啊，你先重灯啊！哎、欸，我手哭工哭工，为什么？完了，啊、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！哦，哭工哭工哭工，我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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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哭工，有没有苦力棒？我知道，等一下，我们开场就这样子哦，出不去啊！我去看他们，你们在哪里？啊！我在那边，你们在干嘛？啊！不要！能不能？哎、欸，能不能清怪然后玩这个啊？这样有很混乱哎、欸。我真的觉得，到底会不会摔死啊？会会。哎、欸，哈迪死了，会摔伤。本来我们去那个水那边好不好？好。水哪边？我就看你们先飞，我怕。耶、yeah, ！我来了，来了，我到了。这里是安全区吗？哎，这里是有一个 X。我要扣了半格。没有玩到，水中游有人没玩到就死了。哦，巧克力都是跳水里的啦，飞很高，然后这秒。哎、欸，你们跑去哪啦、啊？我在水这边啊。我没看到你耶。你在哪里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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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一边，另一边。哎、欸哦，这个方向。哦、我们要去哪？我们要找自己走的安全区啊！我们先找安全区啊！对啊，在水中，在水中，在一开始中心点，所以在这个方向啊。
我看一下、哦。对，那个方向，那个方向。对对对，刚刚卡了。啊！我摔倒了，白痴！怎么样？让他不用飞的，让他用游的。哭了，我哭了，哭了！啊！你瞬间往回飞，快吓死啊！巧克力，要飞过去吗？有点困难的、欸、这个角度。可是不飞的话，又遇到枯宫。对啊，我们，我觉得就一直往上飞哦，再往上飞啊，枯宫射死嘞，再飞啊，啊，再往上飞啊，我还没飞啊，我还没飞就死了，死了哪里呀、啊？我操，我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对那边、哎、那边那边，东对对对，那边那边。哎、欸，你们干嘛、啊？我差一点就到了。我看到了，我差一步。咻！我刚刚飞过。哎，往外飘。我刚刚有飞过那一座山，我很帅气的飞上去了。他们刚刚好像在这里耶。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我帮你看巧克力在哪。巧克力很高，它一直往上飞而已。啊、哦！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下来了！团团你后面，团团你后面，后面来了，攻击了！哇哦！牙痛牙的战争！我带画面。哎、欸，去哪了？太高！哇塞哇塞！他是往